98260X 往返屯門寶田村，經尖沙咀佐敦、西九龍公路、青葵公路、長青隧道、丁九橋、屯門公路、屯門市中心、新墟、田景村、梁景村和建生村，目前是屯門區唯一全日行西九龍公路的非過海巴士線。另外在平日上午繁忙時間，設有大興村開嚟紅磡站的特別班次。260X 是在2000年開辦，來往寶田至九龍地鐵站，取代早上繁忙時間由良景去尖沙咀碼頭的 258D 和由建生村去尖沙咀碼頭的 258C。 當時在平日上午繁忙時間，設有分別由山景村、大興村和富泰村開來九龍站的 260X 特別班次。2001年山景開的特別班次稱為 260P， 終點站改為旺角乃路臣街，即是先經尖沙咀再到旺角。2004年 260X 的九龍總站由九龍地鐵站搬來紅磡車站，為了方便搬站之前在廣東道等車回屯門的乘客，九巴開辦 260S， 在平日下午繁忙時間由廣東道麗澤中學回去寶田村。2005年由富泰開出的 260X 特別班次改由兆康苑開出，編號就改為 260A。 2009年港鐵西鐵線九龍南線通車，為免路線重疊， 260X 調整班次，而 260A 和 260S 就取消服務。這條線能夠特快直達佐敦、尖沙咀和紅磡，服務屯門西北和市中心的居民，全日客量都高，在上工和放工時間更經常全車頂站。雖然九龍南線通車之後，部分來往屯門至尖沙咀和紅磡的乘客改搭西鐵線，導致 260X 的客量有所流失，但影響不算太大。988-1C 往返馬鞍山耀安村，主要途經尖沙咀、彌敦道、窩打老道、九龍塘、獅子山隧道、紅梅谷、車公廟、富豪花園、濱景花園、阿公閣街、富安花園、錦泰苑和眾安村。它在平日早上繁忙時間設有兩個特別班次，分別是由富安花園開來紅磡站的短途班次，以及由耀安村開出吳京沙田和大圍的特快班次。81C 在1989年1月開辦，是第一條新界東直達尖沙咀的專利巴士線，當時來往耀安村至尖沙咀東。最初 81C 是在沙角村對出上獅子山隧道公路，但在同年6月就繞經紅梅谷路和車公廟路，方便新翠村和秦石村的居民。1992年1月配合尖沙咀東總站重建， 81C 搬來九龍車站，但尖沙咀東總站重建完成之後， 81C 就沒有搬回過去。同樣是1992年的3月 81C 增設特別班次，由沙田為單向開來九龍車站。這個特別班次在1993年改稱 81P， 並且縮短至尖沙咀七咸道南，之前我們亦都在那裡介紹過。1997年 81C 來回程繞經眾安村，2001年來回程再繞經錦泰苑。 81C 服務馬鞍山至大圍的居民，直達九龍中心地帶。隨著馬鞍山人口增加，客量一直有增無減。近年雖然有馬鞍山鐵路競爭，但馬鐵是要轉車的，而且出九龍的車費亦都比81C 貴，所以對81C 影響不算大。98N24A 是通宵線，往返青衣長恆村，經尖沙咀、彌敦道、大埔道、長沙灣、美孚、九華徑、青麗苑、瑪嘉烈醫院、麗景、葵芳、青衣南橋和青衣各屋村，去紅磡站方向經青山道，去長橫方向經元州街。我們在全葵青交通總站巡禮的長坑及長橫那集已經介紹過這條線。 N241 是1990年開辦，原本叫做 241S， 1992年配合 206S 取消，去了九龍總站由旺角火車站延長來九龍車站。1994年青衣總站由長安延長到長坑。1996年改編號做 N241。2009年總站由長坑延長到長橫。 N241 是青衣區唯一的常規通宵巴士線，亦是區內最多分站的巴士線，來回程分站總共超過100個。為了方便乘客在通宵時段往返九龍、青衣、葵涌、屯門、元朗、天水圍， N241 和 N237、N260、N269 在美孚是設有轉乘優惠。城巴 A21 往返機場地面運輸中心，經尖沙咀、彌敦道、南昌站、海麗村、西九龍公路、青葵公路、長青隧道、青嶼幹線。另外去機場方向已經大角咀新田海區。佢1998年配合赤鱲角機場啟用而開辦，最終來回程是經深旺道，
1999年去机场方向改经海辉道同连翔道，而去红磡站方向就改经西九龙走廊。2005年8月 A21 调低海丽村至红磡站的分段收费，同年12月去机场方向绕经机场博览馆，并增至机场博览馆至机场地面运输中心的分段收费。2007年7月 A21 去机场方向重新途经深旺道同丽宝路，方便南昌站同海丽村一带去机场的乘客。同年12月去机场方向改经机场二号客运大楼，唔经机场博览馆。去机场地面运输中心的分段收费亦改在一号客运大楼开始生效。2008年，每逢机场博览馆有大型节目散场之后，会加开特别班次，由机场博览馆经机场地面运输中心开向红磡站，去疏导离场的乘客。呢条线主要服务往返机场的油尖旺同西九龙新区，包括大角咀西边、南昌站、海丽村一带的乘客，加上佢途经九龙区多间酒店，吸引了不少游客乘搭。事实上，呢条线是城包唯一一条开到每十分钟一班的 A 线，亦是现时机场各条 A 线之中班次最频密的一条。九班 N 二一六系通宵线，往返油塘欣荣街。途经尖沙咀至旺角、亚皆老街、九龙城、新蒲岗、彩虹、彩云、四顺、秀茂坪、蓝田同油塘，目前是唯一两边中站都是九龙区的通宵巴士线。它在1994年开办，来往蓝田广田村至九龙车站，当时叫做 216S。1996年5月编号改为 N216。同年12月，东九龙总站搬去油塘高超道，并且提供同 N293 的车费转乘优惠。1999年，总站再搬去油塘欣荣街。2002年，来回再改经彩虹道。城巴 E21X 是由东涌入登村，单向开往红磡站，经东涌市中心、东涌北、北大屿山公路、青屿干线、长青隧道、青葵公路、西九龙公路、佐敦、尖沙咀。它在2006年开办，即平日上昼繁忙时间服务，去服务东涌出九龙翻工同翻学的乘客，但不设回程服务。九班 N271 是通宵线，往返大埔富亨村，经尖沙咀、佐敦、油麻地、何文田窝打老道、九龙塘、狮子山隧道、沙田市中心、沥源村、和斜村、大埔公路、吐露港公路、广福村、运头塘村、大埔墟、大埔中心同富善村。去富亨方向仲会途经旺角。佢喺1994年开办，当时叫做 271S， 来回程都经窝打老道。1996年编号改为 N271。1999年来回程改经沙田市中心，去富亨方向亦都改经亚皆老街同埋旺角，并且提供同 N270 线嘅车费转乘优惠。9887D 往返马鞍山锦英苑，经尖沙咀至旺角、九龙塘、狮隧、沙田路、沙田第一城、石门、富安花园、耀安村、马鞍山市中心、利安村。它在平日上昼繁忙时间有特别班次，由马鞍山市中心开到红磡站，而在平日下昼繁忙时间 87D 亦有特别班次，由油麻地弥敦道开去锦英苑。 87D 在1993年8月开办，最初只是平日上昼繁忙时间由锦英苑单向来九龙车站，同年12月提升至全日双向服务。1996年增至特别班次 87X， 在上昼繁忙时间由马鞍山市中心去尖沙咀差行到南，绕经沙田第一城。1997年 87X 增至下昼繁忙时间由油麻地弥敦道去马鞍山市中心的回程服务。一年之后 87X 下昼班次的终点站延长去锦英苑。1999年5月 87D 和 87X 去锦英苑方向改由弥敦道经荔枝角道、砵兰街、宇宙街和隔限街去窝打老道。同年12月 87X 不再绕经沙田第一城。2000年 87X 的所有班次被编入 87D 的特别班次，不再有独立编号。 87D 路往马鞍山至西九龙的中心地带，是马鞍山的线网之一，它的车队多达30多部巴士，也是沙田区巴士车队数目最多的路线。九班 N281 是通宵线，往返马鞍山锦英苑，经尖沙咀至旺角、何文田窝打老道、九龙塘、狮子山隧道、显径村、大围、月明村、富豪花园、沙田第一城、石门、阿公角街、富安花园、耀安村、马鞍山市中心和利安村。
呢条线嘅前身系一条叫做 288S 嘅沙田区内通宵线。288S 喺1989年投入服务，循环线来往马鞍山行鞍村至大围田心。1991年1月，九巴开办 281S 来往行鞍至尖沙咀东，去取代 288S。同年12月，配合尖沙咀东总站重建，九龙总站就搬嚟九龙车站。1992年 281S 的马鞍山总站由恒安延长去感应院。1996年编号改为 N281。 2000年往感应院方向就改经亚加路街，而2002年就绕经显径街和沙角街。